Albert，非常高兴在这里跟你相见。你好，最近一段时间大家议论政治比较多一点，是的，很多人说起来这就是 SCA 5，是，实际上我的感觉是 SCA 5更多的是能够赶快超越这个阶段。是的，你能不能总结一下 SCA 5是怎么回事情？我想大概应该有一点概念吧。SCA 5就是一个加州的宪法修正案，那在加州需要经过参众两议院都通过，2/3的绝对多数通过，那就可以放在这个一个普选上头，让大家投票。成为一个 ballot measure，对，就是是放到十一 ballot 月份放到选票上，让大家公投。measure。是的，是的。那 SCA 5的来源是应该要回到1996年的 Proposition 209，那个时候呢，Proposition 209把三样东西，从可以用种族来影响的这个观念里头除去，那其中一个是高等教育入学、大学入学，另外一个是 public contracting，就是政府发包工程等等，那第三个就是 employment，就是升迁啊、雇员这一方面。政府系统的加州地方政府系统的雇员升迁，对，而且州是或者地方，州这当然不能影响私人机构了，所以这个是公立机构这么说，那就把种族从这几样东西里头取消了，就是说我们入学申请的时候不能考量种族，政府发标的时候也不能考量种族这样子。那在这个以后呢，就有很多的争议啦，那比如说在告到了最高法院等等，就是说想把这个东西推翻，但其实法律上头都没有成功。所以今年呢，Ed Hernandez 是加州一个西班牙裔的参议员。推出了一个提案，就叫做 SCA 5。SCA 5呢，就是把高等教育这个部分，把219里头反过去，就等于说又可以用种族来考量进入大学啊，进入高等教育的这个方向来走。那他在1月底通过了参议院2/3的票数，差不多是民主党绝大多数赞成，共和党绝大多数反对。那在华人听到这个时候以后呢，在2月初的时候呢，就出来反抗抗争这件事情。因为会影响到我们小孩入学的机会，那华人又是那么注重的教育，那在这个以后呢，有一些华裔的参议员啊、众议员都表态说不支持这个 SCA 5，那民主党看到拿不到2/3的票了，在众议院里呢就暂时搁置这一件事情，并不是不做的，是暂时搁置在那边，就是不继续再推动。Albert，我最感兴趣的一点就是这个 SCA 5，你刚才已经说了，就是几位华裔议员都表示反对，不管他们先前态度如何，那么一瞬间，这个华裔选民，有示威了之后，他们都起来反对，可以不可以想象其他族裔的议员也站出来反对？可以啊，华裔的议员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法案其实已经从前提出过2次，也都同时通过，也没有造成任何的波浪，所以他们也没有注意这件事情。那参议院一年要审议差不多2000个法案，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去注意。那法案的上头呢，有30几个各党的组织支持，包括很多亚裔的民权组织，只有一个组织反对，所以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就没有大家没注意就通过了。那通过以后，发觉大家反抗力量这么强，回去看一看，发觉这个事情好像有点不妥。这个事情让他们自己觉得自己的背后的那批选民，相同族裔的选民明显的反对意见，而且站到了最前沿。那么，为什么没有看到其他族裔的这个议员？也有一些像那个16选区的 John Buchanan 众议员说他基本上不会投，不会投，在这种情形下就等于是反对，因为他需要2/3的绝对多数。那个在 Fullerton 那边那一位 Sharon Quicksilver。他也说我不同意现在这个版本的 SCA 5，所以也有别的族裔是这样子反映的。一般都是在华裔还是有一点声音的选区吧，虽然那两个都不是说很绝大多数华裔的选区，但也都有相当程度15%以上的华裔的选民。我们可以不可以这么说？就是说现在我们先抛弃了党派因素来考虑的话，是，这件事情还能走多远？我想暂时今年是不会通过了，因为今年11月要放在选票上，已经来不及了。就肯算定明来不年及通了。过，也来不及了。那这个事情也不是那么容易就通过的，因为一般来说，绝大多数民众听到用种族来选一件事情，总是觉得心里不太舒服，所以想通过这个再普选也不是那么容易，需要很多的钱，很多的宣传。似乎呢，想通过他的这一议员们还没有准备到这个程度，所以这个最早是应该在2016年的选举。
那下一步呢，参议院的议长那个 Daryl Steinberg 说，我们要成立一个 commission，就是找一些大家，比如说议员代表啦，比如说社区人士啊，来大家来一起讨论这件事情，然后在州的不同的地方举办一些听证会，让民众有表达意见的机会。那这个以后呢，再看看怎么样子把这个写得更好吧。意思就是打算继续做，但是也许会有一些改变，所以现在还没有定论，不过估计是要继续下去。那西班牙裔和非裔的议员，他们的 caucus 团体。议事团体也出了一个 statement，一个发表，就是说我们还要继续做这件事情。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说是即使要做下去，这整个的基础也已经不一样了。嗯哼。如果过去是一些人关起门来能做，今天已经不可能是这个样子了。是的。而且牵扯的群体嗯哼。会比原来广泛的多。对。如果这个阶段是华裔在这边表达声音的话，下步相信会有更多的亚裔群体参加。嗯哼。或许还有会其他一些群体，包括你刚才说的拉美裔，嗯哼。包括非裔参加。嗯哼。有一件事情，就是整个华裔动员起来了。嗯哼。是在你在湾区这么些年看到过没有？在新移民里头是没看过，从前也有过了，就是一种不同的议题，移民方面的议题，比如说清属移民的议题，或者移民能不能拿到 Social Security 这些议题，那人群不太一样。这一次似乎多半参与的人都是比较新而高级知识分子这一批人，尤其是南湾这个地方，因为高科技在的地方，我想这些家长对教育特别的重视。从数量上讲的话，先前和这次的话有什么样的差别？差别这次也是发动得特别快，一方面 social media 跟这个网络的功能，网络的这个力量，所以一切发动得比从前都要快。从前要联络要用 fax 要用电话什么的，就比现在快慢了很多。但网络也有它的坏处啦，就是一传十，十传百，好消息也是这么传，坏消息、错的消息、谣言都是这么传要 你觉得这个整个的传播过程当中，是不是会有些失真？你刚才说的坏消息。是，就绝对有的，尤其在这种，比如说一开始有人说炮放我们的一个众议员 Silicon Valley 选出来的，有1000个人签名，他就会投反对票。那这种我们凡是稍有一点知识内行的人都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相信确实还有人会给他邮箱里面扔东西，传东西，觉得就好像是已经是反对意见了。那反对意见是没错，这是美国一个民主的表达方式，邮箱也好，fax 也好，打电话去也好，跟他亲自见面也好，在他门口拿招牌呐喊也好，反正都是一种民主表示的方式。但是没有一个议员会说拿到几个签名我就暂做这个或者不做那个，这是从来没听说也不大可能发生的事情。一厢情愿。一厢情愿，然后我不晓得一厢情愿还是有人故意在里头作怪呢，我不太清楚。作怪会是一种什么情形？这个里头因为有牵涉到党派之争嘛，因为民主党支持 SEA5，共和党反对嘛，所以那当然里头可能有党派的人就会利用这个机会啦，就为自己造势啦，也会有也许民主党的人觉得这个东西对他很不利啊，会怎么样的说一些什么特别的话，所以党派的这个竞争有的时候会有点肮脏的在后面，有的时候我们外头的人不见得看得到，但是。我还有一个比较奇怪的一个现象，这次是南湾比较热烈，是，东湾相对好一点，嗯哼，城里面旧金山城里面基本上没有动，嗯哼，对，这么理解。因为这个移民的族群不同，东湾呢也有非这个南东湾跟北东湾嘛，Oakland、O'Hayward 这边就少声音，Fremont 这边还是很多，就跟南湾比较类似。一般就是因为这个族群的基本上来这里美国的目的不同吧，跟后来的工作不同。那因为多半南湾的都是在科技公司里做事，高级知识分子，原来就是念书念出来的，所以特别对小孩的教育重视。自己也敏感，对这对，些，也特别敏感。旧金山的移民相对来说呢，可能比较多做生意的，比如说我打工的这一些，那对于小孩的教育可能没有这么的重视。当然，华人还是几乎没有华人对小孩教育不重视的，只是程度问题而已。所以在整个的动员过程当中，我发觉这差异实际上也是非常大。然后回过头来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实际上是东湾的这个移民的历史应该是最长的。包括有些城市，
你像 Warner Creek、Pleasanton 啊这些地方的话、嗯、相对时间比较长的、嗯、反而声音相对少一点、嗯、可能是他们更多的是融入呢，还是更多的他们没有这种对这些相对的不敏感，或者是跟整个的、虽然都说是华裔、嗯、哼，但是联络方式沟通方式经济社会地位也已经不一样。是有几点不同，第一个在这边比较古老的城市里有老一点的华侨来说的话，一般小孩长大了，所以就是对于马上对自己的影响没有那么的多，也许对他的孙子啊孙子辈多一些。第二呢，因为他们分散也不是比较不是在科技业，然后呢他们对于这个网络的这种传播方式，比如说这个 WeChat， 我想老华侨大家也不大会用，嗯，那么所以没有那么的快的敏感到他。那人数来说的话，现在那边也相对的少于这些南方的城市了，因为这几年是在移民增加的非常的快。实际上华裔一直在检讨自己，认为自己好像过去对政治参与不够、嗯、那么这一瞬间有这么大的规模的群体的、嗯、或者是这个地域范围的这个发动、嗯、包括南加州包括北加州这边的发动，成熟了吗？嗯，离成熟还有点距离。嗯，开始成长了应该这么说吧。那开始启动了，开始启动了，已经有一些成长了，因为这到底这些人高级知识分子学东西学得很快、嗯、虽然开始的时候不懂呢，也许在纸上谈兵吧，有些东西网络上能搜下来、嗯、但是政治这种东西蛮现实的，没有一些实战的经验的话很难能够了解背后的事情。我自己实际上是要检讨的，阿伯、嗯、就是说我最近二十多年来一直是更多的是在盯 DC 的东西，嗯哼，不是在盯这里的东西。是终于突然之间发觉政治就是在眼前那种感觉。 very local、嗯、very local 对，其实 local 本身是一件未见得是坏事情、嗯、哼，不一定是坏事情。是联邦政府关门、嗯、哼，两大党闹得不可开交，包括如果去看 C-SPAN 的话，这个直播的话、嗯、这里面打的就是已经没有道理可言了、嗯，但是回到地面上来有一种某种意义上有一种恐惧。嗯、我们是不是整个的华裔这个族群是不是处在一个可以玩这个党派政治的位置上面、嗯、Party politics、嗯在全国上我们是没这个能力，是绝对的。在加州我们有一些能力，但是也没有办法主宰任何政党做什么。西裔的民众现在已经几乎是最多的了，在比白人还要多了，听说做过二十年就要超过加州50%的人口。我们亚裔增长的速度是非常的快，所以也会变成一个相当 significant 的人口。华裔当然只是在亚裔里头占1/3左右了，所以影响力就更小一点。嗯，在我的观察里头，我们华裔没有办法在，就是没有办法左右任何议题，唯一能做的就是我们能够影响到一些议题，以我们的少数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吧。比如说在一个相当接近的选区里头，我们能够帮助一个人当选或者不当选，在一个议题两边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可以帮助一边通过或者不通过。但在一般的情形下，我觉得我们在政党政治里头没有什么分量。两党都要我们，但是两党也都不会太重视我们。实际上你说的这一点的话，听上去是蛮严酷的一个现实。是，没错。不在于我们愿意不愿意，对，不在于我们喜欢谁不喜欢谁，或者谁喜欢我们谁不喜欢我们，是，都没错。而且，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你刚才也说了，就是说，不能左右议题，嗯哼，但是或许可以这么理解，可以介入议题，可以，嗯哼，介入议题，包括这次是或许是被动的介入，嗯哼，有没有可能在SCA 5下一步还要做的时候去相对主动的介入，嗯哼。当然是应该的，这最好的办法就是预防，而不是到了最后再抗争。抗争的时候，一方面已经像您说的这个被动，一方面呢效果也不是那么好，一方面在外头人看起来，尤其是一个新的族群，外头跟你接触不多的时候，就觉得你们吵吵闹闹的在这闹事、yeah. 而不是理性的来跟我们讨论议题，所以最好的是越早是越好。那这些东西其实也有不少有志之士已经在做了这个事情做了很久了，比如说现在华裔议员的当选等等背后都有很多华人的支持，那他们支持的目的之一也就是能够让华裔早一点知道一些事情，比如能够参与一些议题，能够影响一些议会的运作，尤其是牵涉到我们自己的利益关系的时候。其实阿伯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那我自己感觉到有点 emotional， 就有点
感情上有点波动了，就是华裔议员，包括这件事情SCA5 大家认为不好，好与不好最后的焦点都是在一些华裔的议员身上，好与不好，我说的好与不好就是大家对他们的个人判断，对他们的都集中在这些人身上。可能有这种想象，比如说是另外一个族裔的议员来做这样的回应，对这个华裔的族群，可能不可能，你刚才已经告诉我了，说是有些议员也有相同的表态，但是相对讲起来他不是特定的针对的他的，我自己的理解就是民主就应该 responsive， 其他族裔的可能不可能像华裔的议员这么 responsive， 那就要看你跟他的关系，最重要就是关系。从前华裔没有议员的时候，这也不是很久以前了，十几年前的时候，我们也跟一些议员也接触啊，有跟他们来联络，所以有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些 input， 我们可以给他一些建议。他基本上因为跟他有了关系，他会对你有一些相当的信任，不是出了事才来找他吵闹的这种情形。Albert， 你花了多少年跟他们建立关系？我大概开始从议选民登记大概是1991年的事情吧，所以大概20多年的事情。接触到政客大概是90年后期的时候开始帮助人家竞选等等筹款等等，所以大概15-17年左右吧，差不多这么多。所以接触的人是很多，政党的运作什么我也还蛮清楚，所以有一些看到这一次的这一些现象其实也不太惊奇，我觉得也是正常的。就民主党做的事情对华裔不利，自然是共和党会来才 take advantage of this， 是很正常。反过来民主党也照样的做，政党就是这么回事。那我们也不要以为人家会对我什么特别的好，人家只是现在有这个机会能够吸引到你。但是呢SCA5 是一件事，大家为了这件事情出来，所以可能只看到这么一件事，背后还有很多很多的事，各个政党有不同的背景，有他们自己的喜好等等，政见等等，有的时候可能民主党比较跟我们利益相同，有的时候共和党比较相同。我个人的意见是永远不要属于任何的政党。那你刚才所说的就是包括你的接触10年20年10多年这么一直在做功课，做地方政治的功课，这种功课你要付出什么？你付出了什么？时间跟钱吧，所以捐款啊，时间，因为我不去竞选嘛，我不去选，所以我说话比较自由一点，我就因为这一点我不能去竞选，所以我什么话都可以说。那基本上在这段时间里头，因为跟他们关系挺好，从最早做 internship 就送小孩进议员的 office 去做事开始跟他们建立关系，慢慢的呢跟互相谈论一下，聊聊天啊，吃吃饭呀，有一点互信的关系，所以讲话的时候他们比较会听得清楚一点，不会觉得你只是外头100个人来跟我说这个那个所以这一点呢是有这个关系的好处。我希望有更多的华人，现在已经有不少的华人有做这些事情，但希望更多的人长期的做这个，因为一时去吵闹，这次也许阻挡了他，还有下次，还有下次，还有下次嘛。你的给大家的建议是要让他们跟你一样的做一个参选的，还是不参选的，还是做其他的？都行啊，因为愿意参选的人我也很欢迎。我们华裔其实是蛮需要这些很 qualified 的这些候选人，现在已经有不少了，从前真的是要去找才找得出来，没有人愿意参选。你换在乎不？这个华裔参选是以什么党派？我并不怎么在乎，我觉得你党派只要你理念相同，对我来说，对我个人来说，你必须要华裔的利益为第一，其他的事情你哪个党派我都不管，没有党派也行。华裔最喜欢就是没党派，不过在现代的政治现实底下，没党派的人没有任何的政治舞台。我能不能再重复一遍，就是以华裔的利益为第一位的这些华裔去参选，你就会支持？我基本上都会支持。OK， 那么如果是他们做了你有不满意的时候，你会给他们打电话？Sure, 绝对会。像Paul Fung的那个 Shark Fin 的事情，Leland East San Francisco City College 的事情，都听过，我训过一顿话。你现在不担心说出来？我不担心说，因为你自己，我从来都不担心说，因为你自己不参加选举。对，我自己不参加选举，我从来不担心。你要去选举，有些话第一个不能说，第二个你要去跟他玩那些政治游戏，我玩不过他们，所以我不做那些事情。OK， 不，你是医生，是，做了多少年医生？
医生啊，我84年医学院毕业吧，30年了。三十年了，你觉得你的现在这种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你做医生这个职业有没有关联？做医生从政或者参与政治的人很少。一嗯般医哼，生关心自己的专业，不大做这些。一方面因为事业忙，所以比较没有空来做这些事情。我相信跟我的做事形式方法可能有点。我是内科医生嘛，内科医生一天脑子弯掉，自己想的就是什么是最可能发生最坏的事情，一定要避免那些，就是非常的仔细，非常小心，一步一步按部就班来做。我想这对我做形式的方式有点影响。第二个就是处变不惊吧，因为你看过太多这种事情了，人的生死啊、欢乐啊、哀怒啊什么的，所以碰到一些特别的事情，比较不会 get so excited，没有不会那么快。你不可能 excited，你要 excited 的就不知道是会是什么，尤其在做这个职业的时候，对，在职业的时候你你就不可能很。是用 radical 式去处置你这个任何的情形。一般都是以最保守的方式来面对一些事情，除非真正到不得已的时候，那是没办法了。如果你给你自己贴标签，会贴什么样的标签？标签很难说这 political spectrum here there。Political spectrum 我应该算是 moderate，就是算温和派。我而个且，人是民主党，但是我是非常温和派的民主党。我帮很多人竞选，也有不少共和党的朋友跟无党派的朋友。你觉得明天如果是有一个共和党的候选人，不管是不是华裔来找你的话，你是不是愿意给他们无条件的提供？我要看他问问他一些问题啊，先要那问问实际他上是是有什条么，件的，肯定是有条件，对。一定要问他是不是跟我的想法相同啊，是不是支持我们华人社会？比如说，那是不是对我来说，政治家有一点是现在性，像你刚才说的 DC 的那个两个人打得不可开交，基本上已经争到了就是你死我活，你要赞成我非反对，而且我都绝没对不有，讲道理，对，没有道理的。而且相互难堪，就是要让你难堪，对难对堪了对。你下不去，对对你难堪了我开心，对，对对对，而一且点是都不错。公开的、公然的，而且是毫无颜面完的，全不讲道理的。你完全没有颜面的。其实不给别人颜面，也就是不给自己颜面的那种腔调。对，对我来说，现在最重要一点，不管哪一党，就是要能够跟另外一党沟通。我觉得最终政治还是一个沟通的艺术，不这种打来打去，是什么事都做不好，会把整个国家搞垮的。不光是搞垮，实际上一方面是觉得很开心的一件事情，是看到这么多华裔这次投入到进程里面来。另外一方面也很害怕的一点，就是说是华盛顿的那种状况，现在好像加州已经看到了，加州已经有已了，经翻也版不少了。了。再这么下去争论的话，是不是会到县、会到市一级，甚至会到族群内部？这是让人害怕的，这是让人害怕的。说实在的，选谁出来不选出来，我记得你在某个场合提到过，现在选区的划定实际上是即使是华裔全部的介入，也未见得能够改变太多。基本上只有很少的几个选区里的华裔能够有相当的控制权，谁当选。在其他的地方，因为两党的把选区划成了自己党的这个腹地，每一次划选区都是这样。我从2001年开始算，每一次这个普查人口普查生死以后都要重划选区嘛，因为人口变迁呢。是他们商量好的，还不商量好的？2001是完全商量好的，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为了亚裔增加权利，把选区划得好一点，做了一大堆 map 送进去。最后嘛，就是大门一关，里头几个人商量，这个选区是我的，那是你的，就完了，就出是一个是共和党的，一个是民主党来。的。然后实际上你再怎么努力，包括所谓的 swing 摇摆的这些选民，或许全部压上，也未见得能够改变这个状况。对，在那种情形下是的，2011年好一些，因为后来通过了那个，选举的方法，就是选区红化的方案，就用一个 Citizens Commission。那从前这是非常不合理的事情，就是议员自己划自己的选区，基本上就州议会自己决定谁是选区，那当然就自己保护自己，党派保护自己，个人保护自己。就选区有的划的是这边一块，这边一条，这边一块，那种很奇怪的选区，就是为了个人而划的。那2011年好了一点，这次选区稍微好一点，因为 Citizens Commission 不完全受党派控制，所以稍微进步了一点。
但是加州的现实也是，其实民主党、共和党的民众的聚集的地方不同，所以怎么画呢？你在湾区也画不大出个红的选区来，你在 Orange County、San Diego、Central Valley 也不大画得出个蓝的选区来，所以这是也是一个没办法的现实。我们回到最前面的话题了 ，SCA5 到底是属于核心议题还是非核心议题？在整个的scheme of things 啊，就是大环境来说，这个事情并不是很大一件事，对我们华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但主流报纸呢，在华人没闹这么大以前，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报道。就算闹得这么大呢，报道也多半是说怎么样子华人的声音起来了，怎么样吵闹，而不是说这个议题有什么了不起或者怎么不了不起。所以整体说来的话，对美国全国来说，还是外交啊，还是军事啊、经济啊这些东西最重要。对加州来说呢，还是这个教育啊，你这个路上路马路也没修好，公共安全自己的这个 crime rate 是很重要的东西，所以大家的议题还是围绕在这些上头，这是大家其实都关心的东西，华人也一样关心这些事情，只是在这一件事情上碰到了这个华人最痛的脚，就是教育，然后又以这个大学入学是一个华人非常非常重视的事情，我想不管在中国、台湾、香港也好，都是考进去的。美国其实没这么严格，不是那么考进去的，不过大家还是希望小孩上最有名的学校，所以影响到大家最核心的利益的时候，所以就出来反应这么强。在我看起来 affirmative action 这件事情并不是件坏事， affirmative action 不但是morally 就是伦理上来说是不见得是件坏事，对华人自己的利益也不是件坏事。我们只看见了一个入大学这件事情，不要忘了大学以后一个小孩还有一辈子的日子要过呢。那很难想象没有 affirmative action， 60年代到现在可以一步跨过来。对，没有60年代，没有那些，主要是非裔非洲裔的，他们做出的牺牲，他们做出的努力，很难想象，没有人能够想象。仅60几年的时候，我们华裔市议员就 Fremont 市议员曹叶云到七几年出搬来 Fremont 的时候呢，还不给他买房子呢，不让他买房子。对呀，不是说不让，但是不愿意卖给他，你不能明显的说不让，但是就是这个 equal housing 的这个概念。对，没多久以前，在往在10几年20年1960年初50几年，犹太人买不到房子在白人区里头，犹太人家也不给他买房子，进 Ivy League school 也进不去，也是同样的。说你的学生会念书，但是我们并不欢迎你们来，跟现在亚裔的遭遇有一点类似，不是完全一样，但是有点类似。那所以，每次不管你在台上还是在其他地方，你说很多东西都会让我觉得还有那么多事情要学。哦，那也不至于啊，大家多观察，过几年都大家都学得好。但是观察也好，体验也好，包括现在所说的政治参与也好，是个过程。是个过程。不能简单意义上看结果，如果那么在乎结果，自己去选。嗯，对，自己去选。没人给我钱，我自己掏钱。嗯哼，那我就得想清楚，吃什么饭，有没有饭吃了。嗯哼，这种人也不少，光自己掏钱选上的也不是那么容易，就是了。你看，你看，我记得美国历史上最那个的，就最一二十年里面最有名那个人叫 Ross Perot。Ross Perot 是的。德州掏钱，是你看自己掏钱。嗯哼，那最后也没选上。他没选上，虽然他让 George Bush 老的 George Bush 没选上，但他自己也没选上。他自己也没选上，是，而且得票也不是很多。那而且也尴尬，后来就再也不太有声音了。对对对，后来 Reform Party 也弄了几年吧，不是很久。选出了个州长，此外也就没有什么成就了。做个中间派。嗯哼。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感觉中间派，我的感觉是非常好，因为天天都有人骂，两边都有人来骂。做中间派的人的坏处就是两边极端的人绝对骂你。那可是你两边的人都骂你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大概是中间队了，因为太靠一边的时候就没有人骂你了。回过头来说的话，整个的在这个美国的政坛，不管是联邦层面还是在州的层面，真正要做事情，真正要做事情。是靠什么？靠两边极端呢？看你的极端的权力有多大吧。现在一党独大的情形下，你极端是可以做事的，不幸的是，
当然我们希望不是这样子了。政治像一个这个摇摆的东西，这头摇到这头，摇到这头，对，最终呢慢慢的会移动到中间来，一般是这样的。嗯，但是一个刺激以后又摆到这边来，又摆到这边来。是，那么我们在这个联邦政坛上面一直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不管是哪个党派的，最后能够当总统的，相对讲起来都是一个温和派。温和派，没错，而且上去以后做的事都差不了太多。那差不了太多，因为他这才是这个民意的实际上还在发挥作用的一个现实。哎呀，一方面是民意发挥作用，一方面在美国的政坛上还有这个特殊利益发挥作用。特殊利益永远在那边，结果都是一样的。Albert， 非常高兴。哦，非常高兴。哦，谢谢。非常高兴，我相信我们的观众也会听到很多先前没有听到的，包括你举的一些例子。嗯，我很希望跟人家分享啊，就做了这么久的时间，能够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听与不听自己去查一查这个事情，然后自己思考以后，反正聪明华人都是决定聪明的在这里，所以大家都学得会，要点时间吧。好，谢谢阿伯。好，谢谢。